我感觉像老虎，特别凶。泰迪啊，因为泰迪就性欲，性欲强，日天日地日空气。土狗啊，因为就是贱。苍蝇啊，然后可以打死它呀。蟑螂吧，蟑螂打死它。乌龟吧。因为性格比较慢，然后温吞一点。哈士奇。我没有谈过恋爱呀。我们这种明星是不能谈恋爱的，会遭天谴。泰迪。因为我觉得泰迪很可爱呀，然后他又很撩人呐，我喜欢被人家撩啊，而且他很喜欢发情。It's hard to say. I think it's good that he is small dog. Small dog.Bulldog. That means he is small, right? 萨摩，因为他哪儿都白呀。威马。威马。对。威马是什么？一种犬，长腿欧巴。树懒。树懒、嗯。为什么？因为慢啊。跟小狗吧。小狗。因为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啊。对他那么好啊。是，还我这跟前男友都是和平分手的。干嘛的啊？就是在身上的那个狮子，就是，对，就跳蚤，就是有点痒，但你又找不到它，很烦。蛆吧，就很恶心啊。痒吧，痒吧。因为狼爱上羊啊，爱的疯狂。皇上不知道、啊、因为他很黄。那泰迪吧。黄鳝。为什么？因为前两天看那个视频了。黄鳝吧。那是黄鳝吗、羊驼吧，羊驼吧。猫啊。为什么他总是舔自己的菊花？泰迪啊。泰迪。哦，泰迪，对对对，泰迪。泰迪、啊、对。好，可以放一切的狗狗啊，对着我的脚啊，对着它，或者对着桌角啊什么的，对着枕头啊，对着抱枕啊，公仔啊、都可以变成它的对象。泰迪。泰迪。贵宾。贵宾泰迪。泰迪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说泰迪是铁弟，不是吗？那句话乌贼呗。因为它会喷墨呀，当然比较污了。鲍鱼，因为我喜欢吃鲍鱼。能象拔蚌。